今天我大概是要采这个潮鼻杆嘛，那个人家是讲啊，就你要看一下它采集过程是怎样的，就是说要一个楼梯，然后爬上去，之后看一下哪一粒大粒的 ，OK， 采一粒，两粒，哦，一采就这样了，就这样这里有两粒了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比较近，所以就直接可以采，哎呀，硬掉了。还有大概就这些是比较大力的，五粒了，然后再拿那个树叶过来，哎呀，再爬高一点，好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大力啊！这些是刚刚跌下来的，你看一下是蛮大力一下的。OK，